首先呢，先跟大家讲一下，不知道为什么导航啊，但跑来五岭这里，结果就导来五岭这里，然后现在这边超冷的，不过这边夕阳还蛮漂亮的。现在解决方案就是一样用魔鬼针把它用一下。给它用到最紧才不会掉下来。把手给我。而且你看一下，它这边完全就是金属的哦，金属的。我之前断的那地方，给大家照一下，看一下，两个比对一下，这样。之前断的地方是长这样，这边都是塑胶的，塑胶，塑胶，塑胶。现在要直接把它装上去。这边转开，转开呢，然后直接把它装在这边好，这边也是正方形的。太棒了，完成了！来试试看他的手机好不好用。这样打开，一样一秒夹手机电极，不管怎么用就摇不开哈。往下，后面有一个按钮，往下按就可以了。然后插上电源，开始充电。
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